怎么样在马来西亚呢在21天内赚200块美金，你想要知道吗？我要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东西哦。嘿，你如果没有想象过在马来西亚赚住美金的话，如果你那一位没有 involve 过在投资的话也不用紧，或者你是在马来西亚关于什么投资都好，你是那一位被骗过的话，你一定要关注我要跟你分享的东西。在这个21天内21天 Learning Lab 的 Koshilan Kosh， 我会跟大家分享怎么样你可以一步一步的走，跟我们一起走，怎么样你可以在21天内赚你的真正的美金进去你的口袋里面。在这里来讲关于投资啊什么都好，讲到赚钱就好，很多人就怕了，有没有？很多人就怕了，因为在马来西亚很多华人被骗，很多印度人被骗，很多马来人被骗，被谁骗？被那些骗人的人骗，骗到我们怕，有没有？我们很怕，讲到投资就怕了。That's the reason， 为什么老师有这个系统教人家怎么样在21天内稳稳的赚你的美金？我在讲的是美金，在马来西亚怎么样赚美金，稳稳的走，我会跟大家分享，一步一步的分享。注意看我明天会跟你们分享的 video， 说的你会学到更多更多的东西，可以吗？今天来讲的话，我的分享就是到这里。我现在要你做的东西很简单，你要学怎么样在21天内赚你的真正的美金的话，你要做的东西很简单，你在上面或下面你会看到我的 YouTube 的 link， 或者我的 Facebook public group 的 link， 你加入进去，你会跟我一起学怎么样在21天内赚你的美金。这是我的第一个影片，我明天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好料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在明天见。